哎，师傅，哎，谁不给他？哎，今年别吃了，你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你说这个东西，这么个东西，我哪看到啊？啊，昨天说的东西，你给我看去了？那这么晚啊？哦，刚刚吃完饭才过来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东西他烧的。烧的，你在这个好平常，我看一下。虾酥的，金汤来的，哎，就三鱼套，一套啊，对，金汤呢，虾酥光龙，不许说谁能捏制的呀，那是这个猪，这个还是龙，嗯，是这个龙，嗯，不是，那是。这个是一个金泰拿抢是黄龙的一个歇后汤啊，鱼还算素，还是一个药火草花瓶啊，这是一个啊，这个也是要说也是出过一个素龙啊，这个应该也是一个素食兽素龙素系啊，这个素系素食，这个前面捏这个款，前面捏这个款，你看它什么的这个。之前呢，这个东西我也不清了，这个不到名贵了，最多到名贵啊，但是这个能到名贵就不算了，最多到名贵是一样，嗯，多少钱买的？三千多，三千多，对，买的都不一样，三千多，这个又到你清代庄，这个三千多，你三万都不值嘞，但是三千多多的可还是可以值，你的庄应该是名贵是一伙的，最多到名贵。三千多，三千多，三千几？三千六，三千六。亏的应该不会亏啊，三千六。嗯，那行。这个还是可以。这个是黄铜的，应该是。都做的还这个做的比较精细，黄铜的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，还搞点什么的，只搞得这样三些东西，啊，就只有这三些东西，应该是低了就可以了，应该是有点零散的些，啊，价格太高也是可能卖不了，因为年代不是太久啊，还是感谢师傅啊，我也加紧去收了啊，反正现在可能说一下还是。宝贝还是有，只是有些人还不愿意卖。对对，不愿意出卖，每天都坚持出去。嗯，感谢师傅。嗯，坐一下吧。好，我先坐一下，坐一下就回去玩。好好好。